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恁大家拢来救我。你免惊，有老公在。吴金玉，既然你对我虚情假意，我嘛唔能够对你情深情义啊。对于来讲，协商就是用钱换罪名，所有人拢知影，你就是不要杀人凶手。那安怎啊？咱双方才有法度各退一步。我会底线，500。那不是阮哥甲罗家峰提起，我要哪有可能知影五年前的真相？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嘛怕什么？我骂我一世人。我嘛有心要为着当年所犯下的错误弥补，所以我已经答应买了罗家峰400亿的赔偿金。你甲万条阮一人一半，200亿呢？我若安尼，不如你放弃协商哦，重新转去叫人关我啦。我这个煞星，只要是罗家的人，我绝对袂对因客。卖错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卖错啊！你卖错啊！你讲不是嘛？这么严嘛？妈哪会走来吃小物件？到底是谁？我拄好等你啊！你今日是做啥啦？早安，10点左右，你人伫倒位？咱即摆就去黑市，把监视器调转，用证据证明这个是我唔对啊！你是无想要找我？那我你花一礼拜时间，我明仔载就开始对比。两天，我加加给你两天。既然吴金玉已经知影吴庆贤甲廖孟之无暧昧啊，伊阁想要甲婚礼提早，敢讲伊想要伫个婚礼顶面爆什么料？为什么开始？咱三个人就是同心同命的好拍呢。我背后那两只鬼应该就开始心共会道，我都忍耐要对我出手了。